啊，底下还有一个啊，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位朋友平常啊持念六字大明咒，是否应劝其改持佛号？这个要他自己的意愿。他愿意改念佛号，可以，啊，也很好。他要不愿意改，六字大明咒念得很熟，啊，当然最重要的。就是它里头不夹杂妄想，不夹杂杂念，它这个六字大明咒就管用。啊，念六字大明咒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行，佛也会来接引。啊，这是我们在《无量寿经》呢，三辈往生后面还有一段。啊，那就是修学大乘的人。啊，他不是专修净宗，将修学大乘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也能往生。